因为我觉得那个小孩子的成长很短，而且只有一次，就希望可以在很多重要的时刻，爸爸妈妈都可以在身边这样子。而且就是他们真的好可爱哦。听说你的宝贝女儿睫毛长得不得了。对，因为像她爸爸。爸爸的睫毛很长啊。林心如和霍建华有一个女儿小海豚，每次林心如聊小海豚的事情就停不下来想要分享的欲望。林心如和霍建华对于陪伴女儿的想法是一致的，夫妻俩都认为孩子成长只有那段时间，一定要多多的陪伴在孩子身边，甚至在外出工作的时候，小海豚也会因为妈妈工作太久而生气，林心如总会忍不住落泪，而霍建华更是出了名的女儿奴。自从小海豚出生以后，霍建华就渐渐的减少自己的工作，一直在家里陪伴小海豚成长，这也是林心如放心外出工作的原因。近日林心如晒出自己做的大餐，网友看后直呼林心如变成贤妻良母了，为霍建华和小海豚做这么多好吃的，而小海豚也会很贴心的陪伴妈妈，毕竟上次林心如做点心的时候就被网友发现了小海豚的影子呀。关注我关注我关注我。